他跳的有点大力，我现在脚要快痛死了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好。欢迎收看十一号星球，我是今天的舰长浩平。演艺组除了会唱歌跳舞之外，演技也是十分重要的。听说他们上礼拜有戏剧课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给他们个成果验收，看看他们的演技吧。好，我们欢迎演艺舰队的挑战者。好，你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挑战赛的主题是什么吗？那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挑战赛是这个内容？你讲讲看，你讲讲看。因为要考验我们的演技。答对了。身为一个要从事演艺工作的人，要演技跟临场反应都是十分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赛的内容就是谁是卧底。那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。演艺组卧底挑战赛，探险者们分两组较劲，进行三轮卧底猜测。依靠积分决选出获胜组别，并赠予奖品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分队。我想选两个外国人当队长，你们 OK 吗？可以可以。就是你了，就是你来，你站这边，你站这边，然后你站这边。好，那我刚才有请你们想你们的队呼，你们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那要不要帮我们示范一次？来来，可是会被对手听到哎。没关系，你们就说。我们要不要围起来？要围，还要围起来，这么隆重。那我拿麦，我拿麦，我拿麦。等一下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杨幂。五六七八，周伟，你很徐伟。嘿，王道，你刚刚迟到。嘿，郑伟。你是迷路鬼。那刚刚听到他们那一队的队呼，有没有觉得哦，整个火药味起来了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小屁孩，小屁孩才会在那边用对 对用声音在那边压制人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听听看你们的队呼是什么。来，我们的队呼叫做“羊入虎口”。来，各位，今晚要来点什么？今晚吃羊肉。我们有说到我们这次的挑战赛是谁是卧底，那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来给他们两个小热身游戏。那我们就先请我右手边这队当我们第一队 OK 吗？ OK。 好，那我这边的就要开始准备猜咯。 okay, 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入座吧。好，卧底喝醋大挑战。杨梅组桌上每人各一杯装满液体的纸杯，其中有水也有醋，对方需猜出谁是喝了醋的卧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从肥兔开始先喝。好。酸吗？不酸，不酸，完全不酸。那你的表情怎么好像怪怪的？来 rap， 来说，来用 rap 讲一下你对这杯饮料的感想。懂眼哦。来润润喉，润润喉。很清爽的水。好，他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他平常才艺。那我们换立坚哈。好烫，他在开玩笑。完了完了，这个不用想。他在开玩笑。太假了。
麦香奶茶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在喝咖啡、欸？我觉得这味道就像初恋一样，平淡无奇。太多了。好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清爽零负担。来，那我们说一下有没有想要看谁再喝一遍的？有吗？我想看坤坤再喝一遍。你想看坤坤再喝一遍？你说一下为什么想再看他喝一遍？因为我觉得坤坤反应很像他是喝到，你不要打扰，喝到处。没错。好。就他反应，感觉好像。就是喝到醋之后就，就顺势演出来，我喝到醋。好，那我们请坤坤再喝一遍。再大口一点。哦。哎、欸。我们觉得吃醋的人是四号阿吉。阿吉。哦。好，那你直接过去喝他那一杯。好。大喝一口，我全都喝完没关系。干掉。他送干掉。停下。来，让我仿一下，真的很酸吗？这么酸？没有骗人。好炸酸。炸酸，好，那你们就是猜对了一个，你们一分。第二个票数最多的人是欧娜，是欧娜。对，那你要再请一个人去喝吗？还是你要扛下所有？我扛下所有。好，那你去。好苦。喝一口就好，喝一口就好。喝一口还是喝满？喝一口。喝一口就好，真没事。哦。对吗？他们全中哦，他们两分。好，刚刚是他们这队先猜，那我们公平一点，现在就换你们先猜 ，OK 吗？好，那你们准备一下，等一下要脱鞋子喽。没问题。好，卧底天堂路大挑战，羊肉火烤组每人足以往前踩，对方需看反应猜出踩在天堂路上的卧底。莹莹换你，莹莹，你用跳的不怕？不会怕，平常有在踩轻跳步道的习惯？没有哎。没有，都不会痛。都不会痛。好，那我们换弟弟，看弟弟身体健不健康。弟弟，我连我都看得出来哎。好，说不定你是那匹大黑马，好不好？我们换 Alan。好舒服哦，果然是又健康又棒的挑战。果然年纪大就是不一样，他看起来有点痛苦。我们换王道。他跳的有点大力，我觉得地板要裂掉的感觉。体重太高了。好，你们有想要看谁再一次吗？你们选一个人让我。叫他们背我，选男生。男生，叫 Alan 好了，我也觉得 Alan 吗 ？Alan 应该平常有在健身吧，背得动吼。我要怎样背人吗？背我。背你。对。啊好啊，你要背我踩健康步道哦。来，你先上去健康步道上面。好，我要上去了哦。他很陡哎，他平常身体应该没有很好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帮我一次选一个。好，王道。那王道帮我公布一下，你是不是踩到健康步道的人？你真的确定是我吗？确定。你们都真的百分百确定是我吗？确定是我。我现在脚要快痛死了。答对了。他踩到健康步道的人。辛苦了。他看起来炸痛。好，那你再帮我选一个，这两个你们刚才那两个候选人帮我选一个人。
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莹莹吗？好，那莹莹帮我公布是不是你？对。哎呀，大获！那你们这次也是获得两分，好吗？那耶！什么意思？舒服？对。超痛哎！卧体、俯举、美型运动、爱奇艺大挑战。两队分别坐在爱奇艺上表演，其中有卧底是坐在空气上哦。对方组别需猜出谁是卧底。请帮我坐下。来，我们来摇个五秒。好，我们谢谢他，我们换下一位咯。来，换你咯。可以边摇边讲个笑话吗？好。有个叫 John， 他认识一个叫 Jay， 他们很爱去健身房。你们知道会变什么吗？变什么？运动健将。好，你站起来。你站起来。然后离开现场。你出去了，拜托了，你太多了，换你喽。刚才那么爱唱，你现在唱一首歌。怎么样？今天我的月亮。你很心虚哎。好，你站起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。好好听哦，换你喽。来一首。还会合音哎。最后一句。来，谢谢你的表演，有点岔气咯，可以观察一下他，换你咯。rap 哦。好。我回到差不多的家，躺在差不多的沙发，微博差不多的刷，到吃着差不多的瓜，那标题差不多的家，穿着差不多的褂，网友差不多的嘴，弄脏了差不多的话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他的气有在感觉断断的感觉哦。你们可以评估一下，有想要看谁再一次吗？想看欧娜再一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她唱歌特别好。哦，有在喜欢当粉丝。好，要唱一样的吗？你可以看你。好。穿我的新衣，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。穿我的新衣，从来不敷衍，打扮的精心。好，谢谢欧娜。好，来，我给你们最后讨论十秒，给我个答案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人就是有椅子，然后没有坐上去，就是你知道给自己一点压力。OK， 你读心理系的。Of course， 所以欧娜不要再假装了，是吗？是你吗？那我来问一下，是不是欧娜喽？欧娜是你吗？不是，是啦。啊，一个反差。好，你们答对了，那我们攻守交换。好，现在轮到你们猜了。欧娜，你觉得你有把握猜中他们刚做空气摇椅的人吗？用你刚才的经验。我觉得有。有吗？有几成的把握？你说。两成。很少，很棒，我喜欢你这种，不要把话说得太满。那我们就请他们一个一个开始咯。好。来，有没有想要跳一段舞？好，来，我们谢谢，换下一位，换莹莹。哇，莹莹，哇，这 wave 有点漂亮哦。这形象担当哎，天哪！好，我们请莹莹再 wave 个三秒，就是起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莹莹。来，我们换 Alan。来，时间到了。啊，咱的生命是空经过波音，你看不出来我有假还是无假。好，谢谢你的表演，谢谢你的表演，很牺牲哎。我换弟弟，弟弟可以跳 Lucky 吗？哇哟，那腹肌有在有力哦。好，我们做个结尾，走起来哦。哇、wow ！来吧，快黄道，
唱个歌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唱个歌。Can I lay by your side？ 他丹田很有力耶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帮我站起来。他看起来很轻松哎，完全，而且那丹田具有力。那我们来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希望谁再一次的？不需要，已经猜出来了。对，这么有自信。对。好，那你跟我说是谁？关系出人。郑伟。郑伟是吗？确定。确定是郑伟哈？那我要过去问他喽。好，郑伟是你吗？答对了。好，由于因为我们刚才两队平手，我们这一次要有一个加分赛。加分赛有信心拿冠军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请他们五位同时坐下给你们看咯。三二一。想知道你是你的人你看起来还可以唱歌，很好很好。来，再摇最后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起立。你们觉得谁是现在在爱奇艺上面的人呢？在这一轮谁在爱奇艺上面？我觉得是 Ona。为什么？因为四个人都很夸张，不是。就那个四个人都觉得很自然，就欧娜一个人一直这样。你们这样有点反逻辑，但我喜欢你们这种态度。我来帮你们揭晓谜底好吗？来，欧娜，是你在爱奇艺上面吗？是。啊！答对咯。你们刚刚被答对了，有信心答对他们的吗？没有。怎么可以这么闹鬼？给自己一点信心，说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我一样请他们摇十秒给你们看。来，我数三二一，大家一起开始摇好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哦，这次大家都很平均哦。来，最后五秒，四三二一，起立。好，来，答案是 Sharon， 是 Sharon 吗？是，是我，没有，是我。啊，看来你们大家都很了解彼此，有慢慢摸透大家的卧底的方式了。那很好，我们这一次的挑战赛结束咯。好，经历过刚刚三轮的游戏，我们今天的冠军产生了。我们先请输家们跟我一起坐上骑马机上面，跟我分享爱奇艺上面的感想。哦，这个非常的，等一下，它太刺激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按太多了。我觉得坐在上面让我坐着也有在运动的感觉。我觉得坐在这个爱奇艺上面真的有在练这个腹部这边的感觉。我觉得坐久了应该是真的有效果。都说核心最重要，所以呢，这对于到我们腹肌是一个很有效的训练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台爱奇艺很适合没什么时间的人，因为你坐在上面也可以做其他的事。对耶、那我们今天获胜的队伍是羊入虎口，那我们请羊入虎口来分享今天让他们获胜的爱奇艺的感想好吗？大家帮我选一台自己坐上来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。哇，你们这次的产品非常好哎，是 Fuji 的日式按摩枪哎。那我们一起跟 Fuji 说谢谢好吗？我们三二一一起说谢谢哦。三二一，谢谢 Fuji。哇，很赞哎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而且是粉红色的，是什么反差感呢？而且是很有质感的那一种，是吗？有质感哎，棒！是
筋肉方面很容易就会觉得不舒服。那今天按摩箱很棒。那今天获得这个奖品回去就可以好好做使用，好吗？可以。谢谢夫吉 ，I love you。好。那你今天收到这个夫吉的日式按摩箱的感想是什么？开心，我刚才稍微偷看一下，给你们看它的包装。看起超级高级的，而且还有附收纳袋，没错。如果旅游要带出去，也不怕弄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黑色，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回家好好使用它，好吗？没问题，谢谢夫君。那我们盈盈对我们这个日式按摩箱有什么感想呢？前阵子一直很想要买类似像这样子的按摩箱，然后这次因缘机会下，很幸运的就。谢谢夫吉让你的梦想达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你累了回家，然后男女老少都通用，因为累了就是坐在上面，然后有这个放松身体。嗯，对，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使用，回去也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的一个好奖品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请王道来讲一下。哦，谢谢，先非常谢谢夫吉，给我们这个日式按摩枪。哦，我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按摩枪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每天都是很紧张嘛，很紧张，就是脖子这里是腰酸背痛的。好，就我真的看到这个，其实我真的很高兴，我可以这样用着以后，让我就轻松一下。好，希望你拿到这个奖品回去可以好好放松自己，好吗？谢谢。这次夫吉也特别提供一零专属卖场链接，链接在影片正下方，透过链接购买爱奇艺就赠送日式按摩枪，也就是这次选手们获得的奖品哦。11号星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